27日消息，欢乐颂第二季自播出以来持续霸屏，五个姑娘再次成为了观众津津乐道的对象。社交平台上除了对剧情走向的关注，由剧情展开对现实生活的各种讨论和思考也越来越多。安迪小包总定情用观众对比安迪的两人男友，探讨喜欢和爱的差别。随着婆婆温煦的剧情上线，围绕父辈的讨论也开始出现，观众们通过剧中妈妈们的行为进行分析，进一步去理解吴美的性格。还有观众提出出身和层次的意义，认为原生家庭背景确实会影响一个人的成长，但最终决定一个人层次高低的不是出身，而是自己。这样丰富热烈的讨论也正是主创们所追求的。多元化是我们一直想要呈现给大家的，大家的身份地位立场包括年龄阅历等各种的不同，导致看这个剧的观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也恰恰给了我们去呈现多元价值并且引发各路讨论的可能性。编剧原子弹在日前的采访中也这样说道，伤痕被时间治愈。